咸鱼躺平不翻身的镇宅球变大了一点，然后我终于把粉丝送的文具胶带粘完了。粘文具胶带是真慢，整这些的时间都够我用徒手拉丝胶带整出一个70厘米的球了。这套七色粘球胶带是我随手买的。就意想不到的好粘。这6个都是乖宝宝，唯独这个小红不听话，我粘完放了一天它就擅自裂开了，所以我就重新粘了一个，用墨尘胶带包住就不会再裂开了。我发现不是什么不爆球的胶带都能控制得住爆球的胶带，前几天我用北极熊包会爆的胶带，结果会爆球的胶带挣脱了北极熊的束缚还是裂开了。本来吧这个系列是不切球的，但是我很好奇这套胶带切开啥样，所以我直播的时候就团了这么个小球，切了看看吧，用我锈迹斑斑的老笔刀。还行吧，不过为啥彩虹色永远是6缺1呢？不是只有6卷，就是多个粉。你们买到过正经的彩虹七色胶带吗？